In the deep 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这各位同心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好，那我们的手机有没有关静音呢、啊？有啊、哦。好，很感谢各位刚刚让我这样从头讲到尾都没有被打断哈、哦。我不会拔枪来、欸，<laughs> 我也没有枪。我们现在哈，其实我们现在的。 诶、哎，年轻人，我们讲真的，我们现在教育年轻人哈，比较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到目前的教育，全部都是受中华民国的教育。像我这个年纪，常常听长辈在讲，还有大概知道二二八的一点感觉。那我们的长辈呢，他们经历过二二八事件，所以他们非常的深刻，啊，都会告诉我们说，吴一博属我，从小就常常这样。 长辈都叫我们五行博主，为什么？而且都叫我们说哈、哦，不要碰政治，摸抱近敌。所以呢，台湾一讲到讲什么，第一哈，卖、哦、兵；第二什么，做医生；第三咧，好，不要讲得杀了，好呵呵，知道就好。所以那时候都叫我们不要碰政治，所以很矛盾哈、哦。我从小，因为我的母亲在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国小三年级开始训练我演讲。 我一讲起就避暑我我讲真的啦哈，那个都是我相信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因为我跟你都也在见明我做开谢群。哦，去酒店哈，国小三年级，我一站到台上，真的，我妈妈叫我背的很熟的稿子，我只会这样子第一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点个头，不知道忘记了，因为是要演讲嘛，背的很熟都忘记了，然后呢，老师就一直鼓励我，没有关系，不要紧张，可是我的两只腿就一直抖啊，抖不停啊。 然后我就又要又再一次，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一直大家好，大家好，然后都一一直这样，到最后这样下下台了，下台，我妈妈就开始想说这样子不行。过了一年，你上台还是一样会紧张，所以开心哈，黑、哦、年哈、哦，就开叫我背一个稿子。我大概演讲前大概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演讲比赛前，然后开始。你温秀过兰心啊，我爹整卡嘛，爹秀过兰也 K R B，对着所有的石头，他说你把那些人都当做石头。 哦，很认真的演讲，结果呢？第二次上台演讲，国小四年级。第二次上台演讲，三分钟的稿子，我一分钟就给他背完了，多快啊！机关枪嘿，就慢慢慢慢这样练，练到现在可以这样子，到世界各国去上那个一些课程，然后跟大家分享，甚至可以跟人家上课上三天三夜。 我们的课程有的时候九天，有时候六天，有时候三天，我可以这样很轻松的。这能力都是后天培养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大家开始哈自己。我告诉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们的官网哈现在有新的官网，官网左边有那个文章的专栏，你就点进去，慢慢的你就告诉自己一天看一篇，我是这样一天看一篇。阅读的习惯真的很重要。 我在我大概二十八岁的时候，去上了一个叫陈安之的哈超级成功学。我上了那堂课之后，老师就告诉我，我有些都忘记了，但是我记得老师讲说，一定要有阅读的习惯。你知道台湾一年每年出多少本书？各位知道吗？台湾一年三万本。好，世界各国一年不知道哎，那我问各位哈，你有没有一个礼拜看一本书？一个礼拜？ 啊，像我自己哈，我们老师告诉我们说，像我们自己都会看杂志啊，什么一直大量的阅读，大量收集很多的资讯，你才会了解一些最新的资讯嘛。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你不用恐慌。你要真的要了解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法理，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每天就一点时间看一篇一篇。你一年之后，我跟各位保证哈，你对台湾的法理、台湾你会很清楚，你会非常的清楚。那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那我们现在好，就先从那个民政府的必修教材，让各位知道，这是各位每一次上课你们都一定要去认识的，这些很基本的概念，你概念清楚了，你可以为概念而生，就像孙中山的思想一样，这样很多人为他的思想抛头颅洒热血。这也是在战争史里面的其中的一篇，好，我把它截露出来。 美国军队在战争法的架构之内执行琉球机关。我刚刚讲到哈，他几天之内打把琉球打败了，刚好同一天哈，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美国军队占领琉球。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台湾实施，哎，完全实施在那个日本的帝国的宪法，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对日本有参政权跟参战权，从那时候才会有三万九千一百个台湾的英魂在日本的靖国神社。 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式就成为永永远远的日本人，这不会改变哦。台湾永远永远远是日本天皇的，除非今天日本天皇哈、哦，他不要我们了。为什么？习近平，中国大陆，中国有非常多的战争法的专家，当他们研究出来之后呢，习近平跑到日本，他跟日本天皇讲说：“你们日本现在哈、哦，呃，需要钱，你们日本现在需要成长。” 我们中国现在有钱了，可不可以把台湾卖给我们？习近平跑去日本跟日本天皇说要买台湾，那请问一下，台湾是谁的？对啊，因为他们不能，因为因那，在日本，哎，中中华中国的总理干嘛跑去那个中国的总书记干嘛跑去日本跟日本天皇说要买？对啊，其实我告诉各位，我刚刚在讲说我们要回到哈。 我们是泱泱大大日本帝国的那个我们的呃规矩跟我们的道德感哈，我讲各我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已经习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啊，很会弄整。其实，在以前哈，我们真的是路不拾遗。在日本时代，有一个台湾的教授，他到日本去跟他们见见习哈，然后呢，到日本呢，日本东京大学就想说要派台湾的教授来接待台湾的教授。 所以他就请了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的台湾教授去接我们台湾去的教授，哎，了解我意思了哈？底级不能告诉台湾高雄,灣高雄去接台湾来台湾高雄，一开豪华的房车，哦，嘿，咱台湾的高雄坐起嚟都讲吼，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东京那么难停车？吼，日本又没有车位啊？日本不是规定有车位才能在东京买车？他说，这盖简单，吼，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嘿，日不能弄就忘。 咱也使吼，先在日本东京租一个车位，<coughs> 啊买车，有车位才能买车嘛。买车了后，再把车位退掉，安尼车就会再开啊。反正日本的路啊吼，也无交通警察啦。日本的路上没有交通警察嘛？为什么？为什么日本的路上几乎没有看不到交通警察，看不到异交？台湾的交通警察异交一大堆，还是交通一大堆，一天到晚打劫。日本人守规矩啊。我们我们那时候吼，有很多朋友刚到日本回来，台湾不太习惯呢。 因为日本人会让那个行人啊，日本的车子会让行人，台湾的车子是不太让行人的。好，这不是重点。那个日本的台湾教授就带着台湾的台湾教授哦，逛了日本好几天，很高兴的回去了。结果呢，台湾教授一年之后来讲席。这次呢，日本的台湾教授刚好回来台湾，所以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派了一个日本教授去接待我们台湾的教授。他坐着地铁来接那个教授，那个地铁说：“哎。” 教授，你没有车子哦？他说，在东京很难停车，而且东京吼、哦、要有车位才能买车。他说，台湾的教授又自作聪明啊！我跟你讲，介简单。去年有一个台湾教授甲我讲，你也使先租车位，吼、哦，啊，再把车车位交退掉，啊，你一经有车你就也在开啊。你知道日本东京教授吼，日本的教授吼，东京大学教授他就淡淡的跟他讲说，我妈妈住伫个砖卡，我也会使伫个卡买车。 我再把车开在当京，啊，尼我赶快买菜开啊！伊安尼轻轻啊甲伊讲，哎，你要了解意思吗？我为什么要做违反法令的事情？明明大家都这样做，为什么就要我要跟人家不一样？中国人一直在教我们很多哈，就是没有关系找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在那个时候，那个在法国一样有一个很很长的一篇报道，在那时候哈八零年代。 中国人哈很少去法国留学，结果有一个中国人到法国去留学，法国第一大学毕业，巴黎的第一大学，学历很好。每一个企业哈，他一毕业之后，企业觉得应该要用他，因为他们都要去推广，八零年代都要推广中国的市场。所以他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好啊，我们要用高薪聘请他去推广中国市场。他也是很高兴的去应征每一家公司，他每次应征完了之后呢，都没有下文。 所谓没有下文，就是哦，刚开始人家都很热烈的邀请你，到最后都说，嗯，再联络，谢谢。哎、欸，奇怪，明明大家都甲邀请，为什么到最后没有用他？最后哈，他、哦、忍不住了。最后一家大公司，他忍不住冲进去找人事主人事的主管，外调给他之后，我又会中文，又会法文，又可以帮你们推广国际市场，为什么你不用我？啊，那个人事主管说，你一定要听真话嘛，我们怕伤到你。他说不会，中国人不怕伤害，没什么好伤的。他说哈。哦 我们查过你的所有的记录，我们发觉你在法国你有两次逃票的记录。我们要推广中国市场，我们要的是过去的记录很好的、很守法的。他说我是中国来的，我又不熟。他说我们查你逃票的记录，第一次是来法国的一个礼拜，我们可以当做你不熟。但是我们的售票员很清楚告诉你说，在法国哈没有验票，你要跟你去买票，跟你一走回家，跟你出来。 啊，没验票，但是我们偶尔会查票。我们的我们的那个售票员很清楚告诉你在哪里买票，在哪里啊进去坐车到哪里出来。过了一年，你又被查到逃票，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年来你完全没有听售票员的话，你还是继续逃票。他说啊，也就也就逃票而已嘛，我是留学生啊，中国留学生你都知道比较没有钱呐、啊。他说我们不敢哈、哦。 把那个去中国推广的机会交给你，因为我们如果交给你一千万、两千万美金，授权给你这个额度，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继续把我们的钱都逃到中国去？我们现在要开始，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在讲法理台湾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谈政治，不要再谈情感。你谈情感，台湾没有出路；政治台湾呢，更是肮脏龌龊，到处都在利益交换。 只有法理台湾，你到哪里去？我真的，我去跟我的律师朋友，我去跟我的一些呃比较白领阶级的朋友，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们谈法理，他们都无话可说，他们到最后都只会说阿里头哦，你,你台湾行不通了、啊。他们无话可说，就用那个情绪来反映我。但是我讲的法理，他们没有办法辩驳，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历史。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美国占领琉球。美国是不是在琉球成立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这我不知道。啊，也敢用你们在？好，我告诉你历史嘛。接下来，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号成立冲绳咨询会。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号冲绳民政府。一九四六年的十月三号，奄美群岛临时北部南西岛南西诸岛正厅，都是一个一个的。 哦，一直在到四七年的三月二十一号，公股民政府、八崇三民政府、琉球临时咨询委员会，一直到了一九五零年，过了五年，成立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他们也在摸索啊，他们也在学习怎么样让琉球可以比较正常化，国际地位正常化。所以琉球到最后就有发行琉球美国美国发行的琉球旅行证件。一九四五一九五一年的四月一号，过了六年。 成立琉球临时中央政府，再成立琉球政府。跳掉了，嗯。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一号成立琉球政府，这个琉球政府是在哪里？是在琉球民政府下面，在美国军事政府下面，对不对？对的。所以他成立琉球政府在，在琉球政府在试运作。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琉球的模式是。 他成立很多的民政府，哈，八重山民政府，到最后他成立琉球列岛的呃美国民政府，设立琉球政府，所以他是在美国民政府之下。所以战争法推论，依照战争法，台湾的美国军事政府应该要设立台湾民政府。那台湾的美国军事政府到底有没有来台湾？代位，他们是代位了。 请中华民国的军事政府在台湾，啊啊！因为他们完全搞不清楚那个中国哈、啊，不在台湾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就像外国人去管那个美国去管伊拉克，越管越大洞一样。嘿，伊拉克他说他退出了，二零一一年好不容易全部退出，然后现在又跑进去了。从昨天开始又轰炸伊拉克的那个军队，他也搞不清楚伊拉克军队到底是谁是谁这样？嘿，到底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台湾他也搞不清楚，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台湾到底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 他搞不清楚，所以麦克阿瑟那时候想说让蒋介石有一条退路，所以让蒋介石来台湾，所以呢，台湾美国民政府他本来应该设立台湾民政府，结果他请中国军事占领，所以呢，台湾中国军政府他应该哈这个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应该设立台湾民政府，应该，结果都没有，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制成为台湾省政府，应该要设立台湾民政府和台湾政府。 他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五号，依照盟军的协议分配占领日本台湾，分配，所以他们那时候以为台湾是殖民地，所以他们才会分配占领，让台湾慢慢的就变成中华民国。他们搞不清楚，台湾那时候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就像当初的辽南条约，辽东半岛是中国的，所以辽东半岛不能给日本，台湾是日本的，所以台湾不能给中国。他们搞不清楚。 所以他被分配占领，他当然不会协助台湾人设立台湾民政府啊！一共黑取国爱我抢等、啊、来啊！我从日本手上抢回来啦！现在的台湾中国民政府的台湾省政府，在战争法架构之内，有协助台湾民政府乃至未来台湾政府设立、运作、占领的责任，让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之前不得废除。所以现在台湾的关系就是这么的可怜，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日本的，啊，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 哦，人家都知道，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在讲哦，我们以前在辩论场在讲说，我请问一下各位哈，白马是马对不对？白马是不是马？啊，黑马是不是白马？不是对不对？所以黑马不是马对不对？白马不是马，你刚刚讲的，你说你刚跟我讲白马是马、啊、对不对？啊，你跟我讲黑马不是白马嘛？啊，所以黑马不是马、啊。 下一堂课哈，有些老师会一直跟你讲这些逻辑，这些逻辑你要搞清楚。所以现在很多人哈，中国人都会讲啊，台湾是中国的，对不对？台湾是日本的，对不对？他们也不对。我跟你讲，他们说他们会绝对不跟你说对了。所以，好，那我我请问一下各位，我们上次在讲嘛哈，那台湾台湾人台湾人是日本人，对不对？那台湾人是日本人呐、啊？ 那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对不对？哎，他们会跟你讲不对啦。就像刚刚讲，我说那个黑马不是马，他们绝对不会跟你承认的啦。那这些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些？就在混淆他们的那些概念哈。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八号，中国殖民政局在美国当局认可，代理台湾美国军事政府继续占领日本台湾领土。 他不承认他是占领，他觉得他分配的那是他的。基于中国占领当局没有设立台湾民政府，美国当局完全有立场亲自执行日本台湾占领，依照战争法设立台湾民政府。那我就请问一下各位哦，每次谈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讲说：那既然这样的话，美国他如果不改变怎么办？我们要美国改变，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各位哈，美国当初为什么会把台湾给日本？不，为为什么会把台湾给中国？ 因为日本战败了，对不对？他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对不对？所以台湾要分配嘛，那台湾还给中国。那呢，他要既然要还给中国，他不想给中国共产党嘛？共产党是他的敌人，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越南共产党，他只要看到共产党，美国只要看到共产党，他眼睛就很红。他专门喜欢打共产党，很奇怪。好，美国绝对他的自由经济，他不许有共产党。好，那他让中华民国。 来接管台湾，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共产党，对不对？是不是？对嘛？哎，各位现在开始思考了，但是有一些哈、哦、比较基本的概念我们要了解嘛？那些历史是不会骗人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对不对？中华民国不是共产党，对不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对不对？对啦，<laughs> 不要一直摇头好不好？摇头习惯了。好，我告诉各位。 他那时候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共产党，所以他让中华民国来台湾。那他为什么现在要这么积极的跟我们台湾民政府这样一直配合，一直配合？因为中华民国渐渐的变成共产党了，对不对？对啦，中华民国他现在已经一直在喝，连施明德都搞不清楚，替中华民国去跟中国喝大和解咖啡了，嘿。所以。 马英九听到了，他觉得大和解咖啡很好嘛，所以他去跟习近平，他们准备，他们已经真正准备在 APEC 要会面呢。他们现在一直在运作 APEC，他们要会面呢，让马习会，那不是一直靠近中国嘛？那美国会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不会允许啊，美国他是以他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如果我们今天跳出来看，各位如果有空，真的去看一下货币战争，我推荐几本书给各位看哈。 东大爸爸，东京大学的爸爸。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跟《日本近代史》两本书，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跟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近代史》，还有货币战争，你会知道说，每一个国家当初哈、哦，呃，德国在跟波兰打仗，结果德国一打败波一打败波兰说，在英国哈、哦、那些呃犹太人就马上把那些波兰的金币哈，波兰的金子全部马上给英国，哎、嗯，马上给德国。 所以那些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主。我先跟你交换，我把这犹太人把钱给你，我希望你德国不要杀我们犹太人。如果他金子给他，德国继续屠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恨死德国人，一直到最近才会有所改变。好，这些国家都以他自己的利益为前提。请问一下，美国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警察，啊，他今天说了算吗？他今天说要遵循战争法，他很少。 中国对我们玩两面策略啊，他一方面说我们顺从，好，我们就是中国人；而、啊、我们如果不顺从，我们就是战争犯，啊，一样的道理嘛。美国现在很简单嘛，他可以一下说，我现在实施国际法、战争法，中华民国请你离开。我现在如果不实施国际法、战争法，我请你中华民国代管台湾。那他有没有实质在掌控中华民国？有，他完全实质的掌控中华民国每一任总统都应按美国总统。 开贺电才是成才才生效。一算算出来，美国总统不承认就不算。所以在中华民国，他们很清楚知道美国说了算。马英九也很清楚知道美国说了算。马英九想要改变现状，所以他想要以后说中国说了算。那美国不会让他变成说中国说了算，所以美国还是美国说了算。各位，我不是在绕口令哈、哦，我让各位很清楚知道，马英九想要中国说了算，中国。 中国也想要在马英九面前说我说了算，但是美国不会让中国说，呃，马英美国不会让马英九哈说中国说了算，一定是美国说了算。所以呢，中国在你当局，他那时候流亡中华民国，对我们的本土台湾人有两面手法，你不顺从，我对你实施战争法，杀无赦；你顺从，你自己说的哦，你顺从，那我就把你从日本哈。 解放中国台湾，将本土台湾人纳入中华民国宪法。我们现在呢，因为有双政府，我们自己是政府。各位要了解，我们台湾民政府是政府，我们要搞不清楚，我们不是政党。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中国占领当局，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出去哈，我们暂时效忠，不要做任何无谓的牺牲。但是我们，日本、美国跟日本实施台湾地位正常化。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哎，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哈，我们在跟中国做完全的切割，以后我们只跟中国当贸易的朋友，我们以后的策略我们就很清楚，跟瑞士一样，我们是永远的中立国，除非今天我们回到日本帮联，没有哈，我们就不要跟任何人，我们只要哈，我们怎么样都可以，我们不要跟钱过不去，好不好？你知道当初哈，美国很厉害，我讲说美国为什么都对自己的利益哈，在这里跟各位跳跳一下。 美国当初欠西班牙很多钱，他想说欠西班牙很多钱还不起怎么办？打他，所以发动美西战争。美国打赢了是打输了？打赢了，所以呢，西班牙鼻子摸一摸，四个地方给他，不用还了嘛，四个地方还还不用还,還，给他四个，给他古巴，给他菲律宾，给他关岛，给他波多黎各。古巴跟菲律宾后来都独立了，关岛现在都在美国的嘛？那波多黎各嘞？ 波多黎各呢，他就看准美国宪法。波多黎各人很聪明，他呢，他也不独立，他也不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他有公民投票啊、哦，他每三年公民投票一次。他们最近的公民投票说，我们愿意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美国说立竿见效，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美国不能有第五十一州。所以呢，他们他们公投了以后决定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美国还是无解。所以呢，他们要派兵保护波多黎各。波多黎各人他们做生意呢，零关税，哈，也不用外交。 所以吼，坦坦巴来吼，龙边开，对，龙探八百。我们以后台湾吼，跟美国一样，我们跟他吼、哦、皮一点，他要保护我们，免于我们被中国的侵略。当然，他要连接我们的诶、欸、日本天皇一起来保护台湾。 我们也希望他派军队保护我呢。我们不用有外交官，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呃那个国防部全部都省下来，都不用花钱，好几千亿都不用花，那些钱都获到落实到公民的那个福利，这样好不好？让我们哈，让我们跟新加坡一样，有那个免费的二十四小时免费的餐厅。新加坡人没有人饿死的，二十四小时免费的餐厅有上千个自工提供，所有的人都这样提供所有食材，政府还有补助。 哎，这是真的，在新加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好的我们都学过来，德国的好的，啊，因为我本身学教育的，所以我很清楚。各位知道我们的教改哈，教育改革到现在几年了，各位知道吗？好，不知道几年没关系。我请问一下，教育改革之前呢？我问一下各位哦，教育改革之前，我们台湾有两万多家的补习班，大家都要补习升学，对不对？ 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小朋友念书没有压力，让我这些念我的小朋友很多，哈，我有六个女儿，这是真的啦。我让我的小朋友哈不要惊讶，哎，对我让我的小朋友基基本上念书没有压力嘛，对不对？要让他们念书没有压力，教育改革就让他们考试越来越少，对不对？请问一下哈，教育改革之后到现在。 台湾去年的统计，台湾补习班哦，从没有教育改革之前的两万多家，现在教育改革以后，台湾的补习班是增加还是减少？增加。哎、欸，不是应该减少吗？结果增加几家，各位知道吗？增加一万多家。这是真的。有一个哈，我们现在我小朋友以前只要参加一次联考，结果我大女儿她在念大学的时候，她要推甄，她要南北奔波哎、欸，她要做一本厚厚的那个哎、欸、那个繁星的那个什么。 呃，介绍哈，然后做一本，他从小到大，他连去哈，比如说当厕所鼓掌都要把它做成奖状这样，哎，啊，类似卫生鼓掌这样，他所有的都要做成奖状一本，小朋友要写自传厚厚一本，厚厚一本呢，然后去呃台北、高雄、台中、台南、花莲这样四处送，以前考试一次定终身，这不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吗？你说贫穷人家小孩他有办法做这种这么搞钢铁傣级吗？我再举例哈。 有人为了要念台大医科，哈，他们也在争试，结果呢，他们就争试到一个建国中学的小朋友，他就问他，教授就问他说：“你要进来念我们台大医科，请问一下哈，你印象中，哈，你曾经失败过，但是你又跌倒又爬起来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他说：“有有有，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哈，我们全班去参加那个什么合唱比赛，我们哈表现得很好，然后呢，我们拿到冠军，结果第二年我们就松懈了。” 我们一落千丈，几乎拿到倒数第二名。结果我们痛定思痛，第三年我们又努力的表现，我们合唱团我们有拿到冠军。这是我们哈失败为成功之母的经验。老师说哦很好，就把它打个勾。下一堂北一女的进来，你也要念我们台大一科对不对？请问一下有没有跌倒过在成功的经验？然后有有有，我们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参加合唱团比赛，好，我们拿到第一名。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哈不小心都认哎、欸、教授说那一模一样，你有什么你们讲的一样？你们是参加哪一届？ 哎、欸，可是你们不同学校啊。他说：“哎、欸，我们参加同一个补习班，补、欸、习班教的，欸、连那个哈都有公版，连那个都有公版，这台湾的补习班。所以你说教育改革，台湾的学生怎么会变得很聪明？越教越笨，台湾的学生不会思考了。我跳下给各位看哦、喔。” 你们回去慢慢看这些内容。我跳下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好，被占领地区，哈，是美国为了排除敌方控制、金融武力而占有的地区。军队并不需要在被占领的地区存在以示占有，当然，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了。我自己哈，因为秘书长一直讲金湖路一百号嘛，我们这里是龟山乡。 什么什么路一百号，原山坑路一百号，哦，我也跑到金湖路一百号，我去了好几次，因为秘书长说那边有美军嘛，今年要完完工嘛，二零一四要完工嘛，所以我看到底有没有美军。我早上去晚上去这样，我有看到哎，所以呢，他们是很默默的在做这样嘿，然后他们远远的一看到我在二楼哦，那个房子二楼一看到我，他们就躲进去这样，他不像不想让我们台湾人知道嘿。 不想让我们台湾人知道他现在存在这样、欸。军队没有需要在需要在被占领地区存在以示占有，然而，但是占领军必须有能力在领土的任何地区迅速部署以强势权力。所以在那时候，伊拉克跟科威特战争的时候，美国可以迅速部署，然后拦截中共的导弹，可以迅速部署。所以美国它在我们附近而已，它甚至在很多地方。下一堂课潘幼谦潘老师也会告诉各位哈。 美国其实对台湾的这个整个军事设施都了如指掌，对台湾的军事设施也掌控得很好。曾经，曾经，美国有四个核弹头，本来要送到某个基地去存放，结果不小心哈，大概人家写错了哈，就像台人台湾哈，它本来可能要存到泰国，结果他一不小心运到台湾，就这样子长驱直入到台南的基地，存在那里。这是我们的记者讲的，等一下你们就看到那个新闻。然后呢，一年之后呢，他们清点库存。 哎，少了四颗核弹头，是呀、啊，跑到哪里？跑到台南的基地里面，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哈，就派军机飞到台中清泉港，然后呢，再派军车去把导弹运出来。一第二天一大早，在太平洋上面的时候，打电话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刚睡醒，哈，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跟他讲说，哎，我们从台南的基地里面运了四颗导弹走了，哈，对不起啊，我们放错地方。他说，哦哦哦，然后那个你知道国防部长怎么回答？你知道？ 美国那个在台协会的在跟跟他讲之后，他说啊，好可惜，我们不知道我们曾经有核弹头，没有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增进我们的军事。所以他们完全不知道，完全状况外。所以你说美国有没有实施对我们的军事占领？有啦，只是没有那么清楚。我们希望他对我们完全实施军事占领，单一的军事占领，不要再有那个呃中间的中介哈。所以呢？ 美军完全有能力在台湾岛内任何地区迅速部署。台湾即使没有美军驻在，也是美国法理占领。这一点可以回答不知道台湾尚有占领事实的无知者。好，我们再来看哦、喔。策换既有的政府，建构新的组织，是最激烈的政权政变。占领国应该只有在旧政权彻底瓦解，或有敌意，或对安全稳定有威胁，以致不得容忍其继续存在，才有这种政权改变。 日本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号将台湾编入日本国土的一部分之后，就体制而言，台湾总督府应该改由适当的地方制度取代，不负既有取存在的取代而不负有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尽管如此，基于原本在台湾领土上即为政府的台湾总督府，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号已经彻底瓦解。美国当局理应督促中国占领军依照战争法寻最激烈之政权正面的模式，在台湾占领地。 为本土台湾人设立一个新的民事政府，因为总统府不见了嘛，他要设立台湾民事政府，他也要找台湾人呐、啊，他不能用他们中国人自己就来成立民事政府。然而，美国当局却纵容本职为中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治理当局，将占领日本台湾误导成为解放中国台湾，技术性的回避设立台湾民政府，模糊台湾的地位。所以，这七十九呃，这六十九年来，我们的台湾的小朋友通通不知道，以为我们是。 解放中国台湾，哈。占领国必须遵循现行的法律，在许多情况之下，可能需要改变现行的法律。国际法对其条件很明确，在被占领领土改变民法的时候，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更明确的说，占领大局必须遵遵循哈被占领领土所实施的法律，而有改变的必要，必须符合国际法。所以呢，这里跳过来跟各位讲哈。 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五分钟，我让各位知道哈，美国在占领古巴采取西班牙法律，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应该采行什么法律？日本法律。治理古巴的占领地，中华民国在占领台湾期间没有采现行日本法律，而采中华民国的法律治理台湾的占领地，明显逾越占领国的军政府的权限。好，就像伊拉克哈，他那时候也是用伊拉克的法律。 那那个，我们来看哈，中国哈奴化台湾的真相。最后五分钟，让各位你可以去看这篇《中国奴化》，哈，他怎么样让我们哈变成奴隶，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台湾奴化教育，他从六十九年前就开始有计划、有策略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哈，是蒋介石被迫呼吁对日战争。讲到对日战争，哈，在那个时候，蒋介石宣布对日抗战，是蒋介石宣布的吗？不是，不是，是谁？那时候的主主席叫林森。蒋介石根本没有资格宣布。啊，那时候中华不是中中国有四个政府，那时候，第一个。 林森领导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毛泽东领导的延安的政府，第三个汪精卫领导的上海的政府，第四个满洲国的政府。中国有四个政府，很奇怪哦。他们四个政府哦，有两个政府在中国一个地方哦，两个政府对日本宣战，两个政府对美国宣战。你到底被怕像？<laughs> 很好笑呢，真的、啊。汪精卫宣布对美国宣战，满洲国宣布对美州美国宣战，然后呢，毛泽东宣布对日本宣战。 然后，林森宣布对日本宣战。嚯、哦，应该你先泡先楚不？他们先打一打，然后再决定对谁宣战，好不好？一个国家，四个政府宣布对两个国家，一个轴心国，一个同盟国。嘿，他们到底要打谁？中国自己都乱七八糟。嘿，他说对日战争，但是一路战败，然后到四川重庆，几乎到底要投降。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号，趁着日本侵袭珍珠港，美国国会八日对日本帝国宣战。 中华民国临森主席对日宣战，蒋介石是行政院长，没有资格宣战，不符合国际战争法。日本帝国不理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蒋介石亲自来台湾代表接受日军投降，台湾因此接受军事战管。中国历经史上惨完的惨烈的内战，中国国共产党击败中国国民党，消灭了中华民国。他真的是消灭。在南京里有一个石碑，各位知道吗？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中华民国。 你的一九一二 dash 后面如果有日期，表示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会看到美国说呃一九八九，1989, 然后到二零一四吗？不会吧，美国应该不会说 dash 二零一四吧？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哎，对，出生到结束。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改朝换代，事实上跟台湾人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在蒋介石军队来台湾站管的时候，中国内战胜负分晓，中华民国流亡台湾，离开法定领土，在另外领土建立政权，在国际法被称为流亡政权。流亡政权不得就地合法，他开始一边执行占领台湾，一边流亡台湾。所谓光复台湾、反攻大陆、白色恐怖这些戒严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八号、四月二十八号对日旧金山合约生效，新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保留主权义务。 但是日本天皇人保有其领土的所有主所有主权、所有权跟主权，这个是真正的台湾的历史。各位可以清楚知道，他用奴化的教育哈，开始让你完全不了解，让你让你真的就是认贼作父，这最悲惨的。每可以每次武侠小说里面不是都这样子吗？那个敌人把他抓来自己养，养到长大了以后再回去杀他亲生父亲。 所以他希望我们以后中华民当中华民国的兵，然后开始可以对日宣战。哎，我们去打我们的老子，有这样吗？儿子打老子，你有听过吗？他生了三个小孩，刚刚秘书讲生了三个小孩，大儿子已经死了，我们是二儿子。哎，我们二儿子应该要忠心才对，怎么可以去打自己的老子呢？但是他希望我们这样做，所以。 你可以开始回去哈，真正去看一下小朋友的历史书，你去翻一下。我的小朋友现在在学校都会跟同学讲，我们台湾没有光复节。但是每一个同学，他国小六年级，但每个同学都跟他比这样子，哎，真的，他讲真话，讲真话有时候会很孤独啦，啊，但是真的拜托各位，花一点时间。好，我们后面那边我们的那个新台湾论。 这真的是新台湾论，好，让你真正了解台湾。台湾战争史现在有一二三四四本，后面如果你懂原文，还有原文的，我们跟美国法院的一些判例，哈，跟他们嗯，跟他们打打官司的一些所有的内容。当你越了解，我们现在在做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真正的认识台湾的历史。 可以一代接着一代告诉大家，我们是日本台湾人，我们不是中国人，让我们一起把中华民国赶出台湾，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同心，好课休困掌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